要新闻看网路，要新闻选真理，真理新闻带您用心看教会。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真理新闻，我是谢荣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李克勉主教团2023主教团秋季会议成果，2024年全国圣体大会福传车为爱启程，亚洲主教集思广益更新教会传播使命，教宗取消前往杜拜行程，教宗说为福音要站在今日的十字路口上，走在同道协行的主教团福传委员会，台北总教区青年日与圣人相遇，印尼青年在台传爱到台东，教宗任命周德宇伉俪为教廷部会成员。11月30号主教团秋季会议完成议案的讨论，多数议案在圣神的带领下通过，其中堂区牧委会推动时间延后2年。李主教在开幕弥撒讲道时向信友发出邀请，同声呼求圣神，以回应上主在每个人身上所赋予的传教使命。主教团秋季会议在11月30号完成各项议题讨论。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特别接受本台访问谈到：那第一个，非常感谢我们的方济会，他的也就是俗称的第三会，在他们的中座这个总辅导的带领下，申请了全国的章程，经过主教团的批准，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的上会组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神父对于这个弥撒献仪的这个登记，还有该向上送的这个流程，也做了详细的规定。那会士还有教区的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协助，我们也把它调整好。那也请教友们可以放心，你们送来的这个弥撒献仪，我们一定能够忠诚的把它完成。因着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的加入，主教团各个委员会在秋季会议有所异动。黄敏正主教将担任礼仪圣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平信徒家庭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委员会下的青年组主席。日前在全国福传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提交的议案，也在秋季会议中全数通过，期望增加2年的堂区牧灵福传委员会的教区推行期。那还有我们这个明年的全国圣体大会将在高雄举行，那为什么会在10月呢？因为我们有9个月的九日敬礼，各个教区也会在不同的月份投入推行圣体敬礼，让我们之前推行的这个圣言的服务，现在更加强多了我们的圣体的敬礼，让圣言圣体真的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那最后我们这个媒体也会有一些新的展现，这次的圣诞节你们将会看到主教们对大家的恭贺，我们预祝大家平安喜乐。11月28号，李克勉主教在开幕弥撒讲道时，为福传的果效也特别谈到 Global 2033，不是只是嘴巴在说啊，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是传教士，可是呢，连我们自己都只是说说而已，我都不知道怎么传教。但是我们相信，每天晚上8:34，如果我们大家可以同心合意，一起为这个意向祈祷，也让圣神来到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改
改变我们的公益精神，也才可能慢慢的出现。我们不是靠自己在那边讨论讨论就能出来的，我们要靠圣神，全心的信赖他。而这个信赖是我们十二亿的整个的信友一起，如果这样子事情能被发生，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什么呢？让我们期待，让我们一起努力。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这一切当圣神推动我们的时候，就像齿轮就开始一起转动，机会给准备好的人，让我们成为那准备好的人。我们不要再太在意那个什么时间重要，我是用什么态度生活着，我们是不是走上公义的道路上。我这么渴望期待圣神改变我，让我们大家越来越有默契，而这个默契就是我每天看到的奇迹。2024年10月5号举行的第5届全国圣体大会将展开系列的活动，其中将前往各教区的圣体车11月28号在筹备委员会执行长杜永雄神父的带领下首次在主教团亮相。由高雄教区承办的第5届全国圣体大会，11月28号上午，筹备委员会执行长杜永雄神父一行来到主教团秋季会议，向主教们说明全国圣体大会的进程，也首次亮相即将巡行各教区的圣体车。今天呢，很高兴呢来这边，带了这部车，这是要前往每一个教区，在这圣体年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掀起另一种圣体年，让我们一起起步走，跟耶稣亲近。耶稣到我们每一家、每一个教区、全国走透透，然后我们经过有圣体车来带领我们，希望能够掀起大家更好的一些对圣体的敬礼的一个热忱。那圣体敬礼这个圣体圣事，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我们总共要走9个月，那1月、2月到花莲教区，3月到台北教区，4月到新竹，5月、6月到台中，7月到嘉义，8月到台南，9月回到高雄，来彻夜的准备做一些我们的圣体大会。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部车的宣传过程当中，也跟着他背起我们的主耶稣，走过每个大街小巷，带领我们走向我们的圣体大会的会场。圣体巡行各教区的敬礼活动12月2号在高雄教区圣体年展开，期望圣体巡行到信友面前时，透过牧人的言语，让我们更了解圣体、敬礼圣体，并将圣体圣事的爱活出来。亚洲天主教媒体成员11月底聚集在泰国曼谷，出席了第28届年度主教会议。台湾地区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兆明主教也参与了这项会议。返国后，他勉励真理电台和天主教之声等媒体要急起直追。大约30名来自亚洲各地的主教、司铎和平信徒于11月20日至24日在泰国曼谷参加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第28届年度主教会议。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兆明主教也欣然与会。所有参与者讨论并分享使用一切现代传播渠道进行福传的经验与想法。
马来西亚槟城主教兼亚洲主教团社会传播办公室主席塞巴斯钦·方济书记表示 ：“And really, communication is our way of life, our way of rela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as I have said so often, we in Asia, we are basically storytellers, and we have a story to tell.” Because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in Asia particularly who are becoming part of this mission and part of this story and who are going forward, going ahead of us even to evangelize, to share the story of the gospel with Asia. 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博士也亲自与会。他以在同道协行的教会中的沟通为主题发言。他说，教会是福传使徒的团体，因此基督徒蒙召要在数位时代做传教使徒。教会的传播工作者要怀着增进人与人相遇的希望，善用社交媒体来进行互动。鲁菲尼部长在受访时表示，It is always beautiful to meet in person and to find the time to share thoughts, concerns, dreams. And what I am understanding in these days is that from Asia, from East, let's say, we can learn a lesson that this, that the Eastern culture know how to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is united, how to see beyond the appearance.尽管教宗健康状况因流感和呼吸道发炎，目前在医生的治疗下已有所改善，但是遵照医嘱，教宗决定取消前往杜拜的访问。教廷新闻室办公室主任马特奥布鲁尼，罗马时间昨天11月28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出，尽管教宗的整体健康状况因流感和呼吸道发炎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他的医生要求教宗不要在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会议召开时前往杜拜访问。布鲁尼表示，根据医生的建议，教宗方济各非常遗憾地取消了前往杜拜的访问。教宗原定访问杜拜的时间是12月1号到3号。12月2号，原本教宗将在 COP28 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在12月3号参加 COP 信仰馆的落成典礼。为了教宗的健康，原定这几天举行的一些重要活动也被延后。然而教宗方济各本周的健康情形已有显著改善，没有发烧或特殊的呼吸问题，但他的医生表示最好继续休息，不要面对旅行的压力。11月29号，教宗方济各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因肺部发炎，由圣座国务院的齐安帕内利蒙席宣读他的要理讲授。教宗强调，教会必须成为对话与相遇的项目。另外，圣座新闻室也公布了教宗圣诞庆节礼仪活动的安排。11月29号的周三公开接见，教宗方济各虽然患有流感，却没有放弃与信友们的会面。教宗进入保禄六世大厅的时候，在场的朝圣信友们皆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意。Buongiorno e benvenuti。教宗由于肺部发炎，因此请圣座国务院的齐安帕内利蒙席宣读了他的要理讲授。教宗说，宣讲是为了今天。许多人都在埋怨今天，他们看到的是战争、气候变化、国际层面的不义，以及移民现象和时下的家庭危机和看不到希望。教宗称今天似乎是由一种基于个人和技术至上的文化所占据，将人类远大的抱负交给常是贪婪的经济逻辑，
他的生活观是丢弃那些不生产的人。然后教宗以圣经中统一语言的人类建造巴贝尔塔，妄想否定天主的事件强调，即使在今天，凝聚力不是为了凝聚友爱和和平，而是经常基于野心、民族主义以及技术经济结构所灌输的观念，乃是天主毫无意义，也没有用途，他们只想得到更大的权力。教宗提醒，他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提到，一种既已照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福音宣讲，能走进城市灵魂的深处。因此，教会需要站在今天的十字路口上，凭着生活的见证宣讲，不要使教会沦为一种教派。为了将耶稣带给他人，教会需要走上街头，到人们生活的地方，生活在人们受苦、劳作、学习和反思的空间。即使教宗的肺部发炎使他难以讲话，他仍然在公开接见结束之前，再次为和平呼吁，补充说道：Per favore, continuiamo a pregare per la grave situazione in Israele e in Palestina. Pace, per favore, pace. Chiediamo la pace. E non dimentichiamo, parlando di pace, il caro popolo ucraino che soffre tanto ancora in guerra. Fratelli e sorelle, la guerra sempre è una sconfitta.Tutti perdono. Tutti no. C'è un gruppo che guadagnano tanto. I fabbricatori delle armi. Questi guadagnano bene. Sopra la morte degli altri. E...另外，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圣诞期的礼仪安排。12月24号晚上7点半，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诞子夜弥撒。12月25号圣诞节，教宗将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12月31号主日下午5点，教宗将主持天主之母节第一晚祷。2024年元旦，天主之母节。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这一天也是第57届世界和平日。元月6号上午10点主持主显节礼仪。元月7号主受洗日，教宗将于西斯丁圣堂主持弥撒，在弥撒中为数名的婴孩复洗。我们将镜头转回台湾，在主教团秋季会议之前，主教团扶传委员会11月25号上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中的提案也在秋季会议当中全数通过。11月25号上午，主教团扶传委员会在主教团大楼召开主教团扶传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李克勉主教与各教区省长和信友及修会与善会团体近30名委员参与，整场会议在祈祷、恭听福音和静默中展开。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告诉我们，现在是教友的时代，我们接受圣洗的基督徒应该积极参与教会，如同《宗徒大事录》第15章里写的。宗徒们在讨论外邦人是否行割损礼时，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所以他不是单纯的一群人在决定的，我们的整个的讨论历程需要圣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了解看到吗？所以我们跟民主的方式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整个的历程里面需要圣神。这样了解
好，所以虽然简单的看起来是这个同道协行，不要只看这一段，或者只看前面，或者只看后面，它必须要全面的一起来。好，这叫同道协行。好，所以同道协行它这一个词所表达的传教使命在共荣的活力之中，所以它必须是共荣的，我们才能有传教的使命，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一体的两面。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观念而已，它是根植在中途传统的一种经验，所以它是天主教的。天主教除了圣经以外更重要的圣传，过去我们稍微传错了，我们只传了这一块，现在要完整的去传，那要完整的去传反而会有一些状况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基本上就是牧灵福传委员会需要开会商讨甚至辩论，但是最后本堂神父说，因为我们和圣神决定了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教会的行动就是这样子开始迈向迈出来的。所以不是只有世界主教会议是这个形态，主教团应该也是这样的形态，教区也应该有这样的形态，堂区更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一个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形态。李克勉主教说，主教团决议通过的堂区牧灵福传委员会指南草案，不是裁撤原有的组织章程，而是希望指南引导原本的组织更符合教会法典和精神。11月25号台北总教区在圣若望宝思高天主堂庆祝教区级的青年日，有将近150位青年朋友参加。今年的主题是青年圣德，当天除了有征服卡洛阿库蒂斯圣笃敬礼之外，还有见证分享等等。台北总教区蔡宗尹修士还在青年的见证下领受了辅祭职。为了使教区青年朋友延续在台青与世青的感动，11月25号台北总教区于台北圣若望鲍斯高天主堂庆祝教区级的青年日，现场有近150位青年参加。以青年圣德为主题的台北总教区青年日，由专案处总主教主理的征服卡洛阿库蒂斯圣人弥撒揭开序幕。上帝光荣，赞美你，称颂你，崇拜你，献扬你，感谢你。基督一直与我们生活着，他是生活的基督。台北总教区洪牧雅神父在弥撒讲道中鼓舞青年，要在福音中生活，在生活中活出基督，效法征服卡洛阿库蒂斯，在他力所能及之处散播福音。就如同我们今天要敬礼的征服卡洛阿库蒂斯一样，按照着天主对他独特的召教，他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他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去散播福音，缔造和平，建树教会，拓展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恳求上主降福他所招选来接受辅祭圣旨的仆人，我们的蔡宗尹修士。弥撒中，台北总教区蔡宗尹修士在青年们的见证之下领受了辅祭职，在众位青年们面前见证圣召之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感恩祭司你们要莫关注的前辈，你们要莫关注的前辈，在他面前庆祝你们心。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Carlo. 有三件事情有关卡洛想跟你们分享的。当天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征服卡洛阿库蒂斯在世的朋友巴黎外方的维尔康克尔神父慷慨将征服卡洛阿库蒂斯的圣笃送给台北总教区。维尔康克尔神父期许征服卡洛也能成为台北总教区青年的朋友。
神父也借此机会向青年们分享了如何服传的三个要点。第一点是服传是从家庭开始，第二点传福音是从现在开始。Will Conquer 神父提到的第三个要点就是服传与成圣之路，从这里就开始。我们需要本地的传教士向本地人传福音。此外，我们也可以透过每天的触碰的网际网路，从家中从这里服传。卡洛没有离开过欧洲，但他透过网络来触碰很多的年轻人。在卡洛身上，手机也可以是一种成圣的工具。接着征服卡洛阿库蒂斯的母亲在发给台北总教区青年的影片中谈到了圣体是坚定我们意志的养分，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父母中受赞颂。当天活动的下半场，青年圣德共融，有动态的团体游戏见证分享，以及静态的青年圣德展览，让年轻人有机会多认识教会的青年圣人们。印尼天主教徒在台之家的信友邀集各界好友，为了台东嘉兰天主堂的重建，11月25号在台北圣家堂举行了募款义演活动。11月25号在台北新生南路，因着印尼的歌舞，让细雨中的圣家堂格外温暖。近百位由印尼天主教徒在台之家的青年，在神师林文生神父的带领下，与圣家堂合办慈善义演。今年的主题是 Harmony in Family， 家庭和谐。希望参与的青年，无论是信友或教外人，都能因着传爱与分享，成为一个家。慈善义演节目非常精彩，首先登场的是日惹传统舞蹈。慈善表演会会长叶查理来台5年多，谈到这一次主题家庭和谐的期待。那家庭和谐这样的话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想说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一个家里哦，不管你是有和那个什么协同的关系或者什么的类型的，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家里头。所以不管你是从哪里国家，不管你是从哪里台湾的哪一部分不嫌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家庭。圣家堂林文森神父谈到义演活动的缘起。这个是本来是他们有一个活动，是复活节跟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开始在台北这站，台北这站呢，他们放假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他们准备简单的便当。那简单的便当呢，他们就给那个有一些没有比较困难经济困难的兄弟姐妹们在那里，特别是老人家。那做这个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呢，他们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做多一点帮忙。那在这个活动开始了，就是我们开始天母圣安娜老人院。然后去年呢，我们拜访主教，那我们去年就选了那个我们光仁基金会。2023年呢，在祈祷中
他们找到了台东金峰乡的嘉兰天主堂。台东嘉兰天主堂传协主席叶双桃姐妹亲临现场，同是南岛子民，她以天主经回报这份温暖，跨国的爱就这样在圣家堂温暖回荡。台湾的信友周德宇教授和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顾问叶家燕老师11月25号受到教宗方济各的任命，正式成为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的成员。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这一次教宗总共任命了11位新的部会成员，分别来自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们的身份包括主教、司铎和平信徒。周德宇教授和叶家燕顾问是这一次新任命的两对夫妇当中的一对，非常受到瞩目。身为天主教徒的他们，以家庭生活、专业和使徒工作为信仰见证，成为梵蒂冈教廷部会的成员，让人看见在家庭中活出天主的圣爱和恩宠。12月份教宗祈祷意向邀请我们停止歧视，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敞开心扉，接纳身心障碍者的贡献和才能，让我们和教宗一起为他们祈祷。真理新闻，我们下次再会。Entre los más frágiles entre nosotros están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Algunos de ellos sufren un rechazo basado en la ignorancia, basado en los prejuicios, que los convierte en marginados. Las instituciones civiles tienen que apoyar sus proyectos con el acceso a la educación, al empleo,y a los espacios donde se expresa la creatividad. Hace falta programas, iniciativas que favorezcan la inclusión. Y sobre todo hacen falta corazones grandes que quieran acompañar. Y es cambiar un poco nuestra mentalidad para abrirnos a las aportaciones y abrirnos a los talentos de esas personas con capacidades diferentes. Tanto en la sociedad como dentro de la vida eclesial. Y así, crear una parroquia plenamente accesible no significa solo eliminar las barreras físicas, sino también asumir que hemos de dejar de hablar de ellos y pasar a hablar de nosotros. Oremos.Para qu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estén en el centro de la atención de la sociedad y que las instituciones promuevan programas de inclusión que potencien su participación activa.